轻人不讲武德，打我69岁的老同志，丹田发力，接呀，挂，发，来，随便打，我看你都不看，你都打不进来，你怎么样？耗子尾汁，好好反思。老衲领教了。他就站起来了，很快啊！我打一个别武接哈，看招！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别走！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功夫。来，一个左中蹬，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刺拳，我全部防止。防止去了啊！太绝了！扔扔扔扔，居然有错！永元行一式八掌拳。画劲，拳头功夫是讲画劲，四掌花千斤。太平洋，挡出去了啊！表哥，表哥，哦，这弟弟，大哥。年轻人偷袭不讲武德，在下乔峰，朋友这么瘦，马道国，你在中原兴风作浪，掀起无数的争端，乔某也很想见见你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如果这一拳发力，一拳就把农民打骨折了，拳头功夫一点都未失。少进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年轻人偷袭不讲武德，不堪一击，不讲武德，不堪一击，不讲武德，大家一起上。